这场火警哦，是在21:50接获报案。那消防队到达现场的时候，整个铁皮的厂房已经陷入火海。那由于今天吹北风，火势非常的猛烈，有助长火焰的燃烧。那往下风处哦，临近厂房做燃烧。那主要，救灾的作为哦，主要是做火线的局势，避免燃烧。那目前哦，已经将火势哦成功的局限住了哦。那后续的起火原因哦，将由火调科人员来做后续的调查。那抢救的困难点在哪里啊？这个厂房里面哦，放置了大量的塑胶物品啊。那厂方哦，据说也是最近这几天哦刚刚进货。那由于到达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所以辐射热加上风势的助长哦，消防人员在靠近非常的困难。那工业区里面哦的水源接驳哦，也耗费了不少的车辆啊哦。那目前哦，由于水源哦后续陆续的建置哦，已经可以成功的把火势给控制住了。目前热塑胶工厂的大火哦，目前是吹东风了哦。那我们有及时在现场应变哦。那目前吹东风部分会影响到下游大概七股安南跟嘉里这边的地方的部分。那因为它的火势哦是上冲的部分了哦，它尚不至于对下游有直接的影响。那我们会持续的观察当中，或做后续相关的监测。它烧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主要是那个废塑胶的那个堆置啦哦，那我们详情我们还要再去做火势扑灭之后，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了解跟确认。那如果有违反相关环保法令部分，我们会依法就责。